度的角球开出来，第一点被戈麦斯顶到，再来一脚，第二脚，这球球又进了，连续三脚。艾哈迈多夫在外围的一脚射门，这球又是打到了防守队员身上，有变线。这球呢，戈麦斯第一点顶掉，第二下的射门也被封掉了，而最后对方在外围哈麦多夫的这脚射门又是碰到了戈麦斯的腿上，又是碰到。但说实话，戈麦斯不碰这球的话呢，小球，哎呦，有反击机会！这下这个空当又跑出来了，大门敞开。埃尔克森一下趟出了空当，单刀球，埃尔克森挑射，4-0，这个球太轻松了。哎，埃克马多夫，埃克马多夫，这是李胜龙啊，刚刚替补登场的李胜龙，做给埃克马多夫，他还回头看了一下追他的利鹏，从政也在追，但是申花队员在这一次的定位球进攻当中，自己的布防就没有做。